大清早天才刚亮，民众就直击屋外，猴群大大小小当起体操选手，攀爬电线，平衡感超强，还可以倒吊着爬，双手撑着，双腿腾空，展现超强腹肌核心。 接连两只猕猴咚咚跳到铁皮屋顶上，发出剧烈声响。原来住在柴山附近的民众天天都能亲眼目睹猕猴下山展现攀爬神技。然后在上面跳来跳去。 然后会偷东西，然后会到民宅里面给人家开窗户。实际走一遭柴山下超萌大眼小猴，在屋顶上玩耍，还有大猴子在一旁吃果子，或者是民宅前逛大街，好惬意。不过当地居民抱怨常被猕猴翻垃圾、开窗户、偷吃东西。建议说，其实就是可以装那种纱窗里面有 内扣的食物或是垃圾，尽量不要放在屋外。柴山本来就是猕猴栖息地，山上山下到处跑，很正常。专家建议居民不要把食物或垃圾放屋外，就不会吸引猴群翻找。也可以加装防猴纱窗、防猴闯屋，人猴和平共处。偶尔从窗外望出去，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特技景观。记者金宪忠高雄报道。